不是用搓的。哎呦，你就搓不准，你看这样搓他都会害怕。我们不是有学剑吗？嗯。你看你这过来不是剑，你看，是吧？这个也是一样的，这个打过来，你看往回搞，是吧？然后这个绳一走啊，是的，好用吧？来，这个看，再来，以后你这个你们女孩子的绳，不要像电视上他教的那个两个手去握，那最危险。哎，你试，怎么给砍？你看这个一握的话，你要怎么打？向下嘛，你看，那往里面进身，所以说一定要斜着单手，单手去跟他去敲吊帕，然后敲过来的时候，你看这手，你就一打就好。啊，如果是闪钩的话，闪钩的话，你看这个手去勾把它转，如果转不准，就这样子向里面，向里面去打了就赶快跑。有没有？我们不是有交界吗？嗯。嘿，嘿，是吧？对不对，张姐？啊，神比那个他那个刀。